大家好，欢迎收看佳佳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强势回归，胡歌消失整整两个月后，终于官宣一件喜事，女友粉含泪祝福。从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的逍遥哥哥，到《琅琊榜》中的梅长苏，胡歌一路从唇红齿白、一脸单纯清秀的少年，蜕变成了更加真实的演员，坚韧的重生，用思想填充着演艺之路。在他的身上可以寻得当代风格与东方智慧的结合，是众多粉丝心中的男神。可这么完美的男人却依旧单身，令众人对他展开花式催婚。就在不久前，胡歌整整消失了两个月后，终于官宣了一件喜事，女友粉们纷纷含泪祝福。早年经历，1982年胡歌出生在上海市，长相帅气的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被上海电视台小迎新艺术团选中，那年上海有3万多儿童去考，最后录取了60名，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在小学阶段曾是带着3道杠的大队委员，中学阶段担任校升国旗仪式主持人、校广播电视台台长、校喜剧社社长、合唱团团长等，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题曲《爱的奉献》MV 的拍摄。1996年，上海教育电视台面向上海滩招中学主持人，胡歌成功入围，当选该台阳光少年栏目主持人，并且在这个行业做了几年，同时还身兼多个栏目主持人和记者，相继在红手绢的故事、国歌、宝莲灯配音出演角色。这样的经历为他的事业奠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2001年，胡歌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专业成绩第2名，之后被保送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面试，同样取得优异的成绩。进入娱乐圈，在上戏表演系期间，课余时间拍摄了超过30条广告，在上海广告圈也小有名气。2005年，胡歌主演了古装剧《仙剑奇侠传》，他在剧中饰演豪爽深情的李逍遥，并演唱插曲《六月的雨》，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之后在《仙外飞仙》《射雕英雄传》《伪装者》《琅琊榜》《猎场》等众多热播剧中都有精彩的演绎。消失两个月，虽然在事业上胡歌的能力有目共睹，并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可是感情却异常坎坷。虽然有过2段感情经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可就在事业一路飙升之后，胡歌竟消失了两个月，大家都没有了他的消息。不爱炒作、不上综艺节目的他到底去了哪里呢？当再一次回到观众面前时，他竟然官宣了一件喜事，那就是在两个月期间，他来到了青海，沿着青藏线一路拾垃圾，而这份事业已经坚持了6年的时间。爱护大自然也算是人生中的一件大喜事，而这份事业也会进行一辈子。当粉丝们知道后，纷纷称赞，难怪他会这么红，这样的人品不红都难。早婚早育对家庭的影响，虽然说在事业上胡歌很成功，可感情却成为母亲的一个遗憾。毕竟老人们的心中不希望儿子有多大的本事，只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平安结婚生子，自己早早就能抱上孙子。而对于早婚早育，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好处，女人尽早生孩子不会面临高龄产妇的危害，并且在生下孩子之后身体恢复的也要比年纪大的好很多。对于男人来说，可以尽早的为女儿们赚钱，也让父母安心。所以希望再一次听到官宣喜讯会是胡歌结婚的消息。胡歌强势回归，新搭档马伊琍引起了粉丝的众多关注。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的就是娱乐圈中的胡歌。灾后不仅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反而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意志力一步步站起来。胡歌如今虽然不是演技最好的演员，但他却是娱乐圈中数一数二的好人和好演员。他的粉丝跨老中青三代，毫无疑问，每出一部新的作品都会引起关注和支持。提起胡歌，我们会想到《仙剑一》中的李逍遥和《仙剑三》中的景天，可以说这是为胡歌日后的演员道路奠定了基础。一开始《仙剑一》没想到成为了一部经典，所以在《仙剑三》中导演邀请了胡歌来饰演男主角，出色的演技让他造就了无胡歌不仙剑的说法。此外，胡歌先后主演了《伪装者》《琅琊榜》《猎场》等，霸占了暑期档，可以说让不少粉丝欣喜不已。他凭借着帅气的外表和出众的演技得到了很多圈内人的认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琅琊榜》中奠定了自己一线演员地位的胡歌，在年轻时并没有决定从事演员职业，而是决定出国留学，然后做公益。这样急流勇退的性格也让他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近年来，除了出演多部电影作品和在多部电视剧中客串角色外，他几乎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当粉丝都在讨论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归时，胡歌终于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他首次复出。此消息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粉丝们兴奋不已。胡歌的新作品不止一部，而且是霸屏的节奏。《繁花》是由胡歌主演的电影，讲述的是90年代初，当时大家都在努力上进，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男男女女，爹爹长长，说尽一个时代的情谊故事。据悉，在已经发布的第一张剧照中，胡歌在剧中出演男主角阿宝。这部原著小说在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适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和年度小说奖，被书迷誉为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首先，胡歌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其次，唐嫣和马伊琍这两位优秀的女演员也能把剧中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马伊琍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很多观众都很想知道这三人在剧中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由陈可辛执导、胡歌主演的传记剧情片《李娜》，根据网球运动员李娜的自传独自上场改编，讲述了她从6岁少年运动员到退役的人生故事，通过她的成长向我们展示她被时间笼罩着的人生传奇。由于影片讲述了李娜30年来的故事，扮演她的演员分为儿童、少年和成人三个年龄段，都是由新人饰演。据陈可辛导演介绍，李娜的女主角由专业演员扮演，并非当红明星。胡歌扮演李娜的丈夫，可以说要想演好李娜老公这个角色，需要女演员有足够的内心戏，对表情的控制也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当粉丝得知胡歌会出演女主角老公这个角色时，都抱有很高的期待。更何况胡歌的演技一直是网络上热门话题，但最重要的是胡歌演技在网络上总是被人津津乐道。《庶女金兰》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一部古装宫廷剧，讲述了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的女主角也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的当红小花刘诗诗，而这次他们合作也是继《仙剑》之后，景天和龙葵这对兄妹大家都记忆犹新。这部电影把他们描绘成了一对兄妹，得知他们是第二次合作的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希望两个人颜值和演技有不一样的火花出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更多精彩资讯在佳佳娱乐，敬请关注哦。